他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，哎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？哎，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叫芦苇，是作曲的。你作曲的时候啊，我应该还在。你今年20岁，这种比你大4岁，他3岁的时候我7岁，7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？7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？真的不知道，可能每天都吃，然后大便，然后睡觉，然后吃了大便。可是他在作曲了，已经3岁，怎么想象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有特别的好了，那为什么今天芦苇会在这里呢？其实我们也是在网络上面认识大家，然后刚刚我来台中，他也来台中了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演出咯。好，但是呢，不可以一首就让你走嘛。对啊，有一首歌呢，你要帮我，你要帮我一下，怎么说呢？我像我这样的人，其实也只可以喜欢人啊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不停的去喜欢人哦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，你会她吗？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知道，但是你在什么啊？不要说太多 ，OK。反正就是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，但是呢，她是一个日本人来的。我跟他，那因为我说广东话嘛，他说日语嘛，那我的日语其实真的不好，所以我们沟通上真的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最后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他比我大3年，然后所以我写了这首歌送给他。希望，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他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，因为本来他是一个没有很有名的一个人，但是我相信现在你们都懂得他是谁的了。那今天如果就会帮我一起唱这首情歌给他听，那其实你的真的可以拍下来，然后帮我。对啊，真的啊，每六个人就会有一个什么那什么吗？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啊？对对对，就是可能我要找问6个朋友就会找到他的 contact 了，就可以将这首歌送给他，所以你们要帮忙了。
多也介意，誓言热血老师，